战一年的欧巡奖金追逐战将在亚洲度假天堂杜拜落幕，60位欧巡赛高手将争夺$1,250,000的冠军奖杯，为今年欧巡画下最完美的句点。这场总奖金$7,500,000的赛事将决定哪15位选手来共同夺得。世界顶尖高手都卯足全力争夺欧巡奖金王的封号。10月22到10月25日，博斯高球台最终决战精彩呈现。